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。今天又做了那个韩式铁锅乱炖，然后今天这里边跟以往食材都不一样了。这个我特意卷的那个羊排肉和金针菇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干肠，就是干肠一样的香肠，肉切成这样的，还有狮子头，大狮子头。哎呀，还有一根毛花。味道啊，你们自己脑补一下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羊肉扣饭，羊肉炒饭的扣饭，不是那个羊肉炒羊酱油炒酱油炒羊肉，就是我把这个羊排肉用酱油、孜然还有葱炒了一下，把饭搁里了，就这么回事，然后扣上了。必须得有土豆。
出去。